吃，会吃。打游戏吃东西。Hello， 我是来张果的金爱女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我做工这么开心？我要吃赞！哇，老公，你为什么这么贵买过来吗？这么贵的？你每天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吗？看视频想吃这个，再加上今天超市打折。哎呀，门上是广告啊！哎呦，哎是啊，这个怎么吃你知道吗？吃蒜蓉的还是酱香的还是炒啊？你什么都不懂，这个本味原味最好吃，就那样蒸一下，蒸一下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哈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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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尝尝，酱料，芥末，喂，太多了，你不我喜欢，你不喜欢，我不喷了，我做了酱，哇哦，好像我爆皮了，怎么样？果然跟一般的螃蟹不一样啊，是吧？我的手是干净的，我用手干。蘸这个料咋样？嗯，这个酱好好吃。我知道你喜欢吃这种酱料，不是，很合适。哇，你干嘛吃啊？其实我们两个能吃一个，是吗？嗯，我第一次看见的直播，我们两个人开吃过，但是这次来我可以能吃。这个九公斤吧，九斤吧，九斤，啊，九斤，九斤，大家吃啊！嗯，这种东西这么贵，我可舍不得每天给你买啊。嗯，所以呢？那我好好搞研究，好好挣钱。老公加油！哇，老公这么饱。嗯，你给我是最好吃的，给我自己做。赞！等我。结了。哎，你等，让你别放那么多芥末。又想家了。哇，别太啰嗦。嗯，酱料真好吃。其实这样不蘸料也挺好吃的。果然是贵有贵的道理啊。你不是说就不那么贵？没，比一般的螃蟹当然要贵。阿坤应该要我加钱很多。经常帮你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我们国家中国，嗯，对科研人是越来条件越来越好，所以很多国外的都回国，不光是待遇好，而且环境各方面特别支持我们。对呀，你知道我们本来是要去美国的。对呀，其实你决定去美国学习的时候，没有确定，只是哎，臭美，我还等呢。嗯，对对对，你因为面试成功了吗？很，肯定是成功了，全世界顶尖学校，去博士后。我是来说这样的事，但是你决定是吧？但是回国以后，我觉得国内也挺好。但是我不想去美国，是吧？对，我非常不想去美国。你想来中国？嗯，因为我来过几次中国，但是我觉得太卖力，中国生活。还有，我不喜欢离开，家。所以，其实你不是很远啊。如果去美国的话，我们就太远了。中国、韩国都离美国太远。所以我不喜欢去美国，但是你听我的话，你多么烦恼吗？当时有烦恼，但是现在没有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一点没有后悔吗？对，是吗？中国也非常好，我也是。而且现在说实话，新冠只有中国治理的是最好的。现在美国我也没法去。我来中国以前，我也不想去，中国那么好。啊，对了，老公，在冰箱里我买过了一个鸭脖，我待会儿去偷，你拿过来吧。又吃鸭脖？关你什么事？我自己洗。好嘞，我先洗手。哇哦，我可以问他们多少分？
你买了两袋，不光有鸭脖，还有鸭翅。哦，我忘了吃大蒜，其实这个不合适。这个跟大蒜不配吧？我要，我试试。馍台阶。嗯。阿妮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辣辣。好辣这个。嗯，特别好吃。哇哦。好吃，好吃，不错，帮我，帮我剥。嗯，好吃吧？其实当时韩国爸爸妈妈也想我来中国。哦。当然最想留在韩国。但是中国妈妈也不希望，不愿意你去美国。对。其实最重要的啊，家人，你的劲。没事啊。五千。夸张了，不是夸张，真的扎死。不是夸张了，哦，你先相信吧。哦，来，我来吧，带着我来。好，哇，好棒。嗯，我觉得这청국이라는여기일거야。哇，너무맛있네。不装了啊！其实勺子太小。我觉得这样吃会非常好吃。果然是吃货。哇，我们果然是金爱吃啊！就是那个，嗯，这个菜太多，不够。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这边还有鸭脖呢。那今天我要吃这个鸭脖。不错。谢谢大家今天也看爱吃的视频，拜拜拜拜。